啊，讲到断掉，断掉了。断掉了啦！让我讲完，让我讲完。哦，好酷哦，这个。对，他刚刚完全没有倒数给我，我还讲的跟热腾腾的跟什么一样哎。刚刚讲到哪里，整个被断掉，可以是有影呢？哦，GTV 100，哎，鱼百进来了，下个月见哦。哎呦！我当然不会重开1小时啊，我只是要把刚刚的话讲完而已啦。诶，我有一个特效是，这好可怕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会不会太装可爱？还蛮适合我的。好，这个列入考虑哈。这个脸红红，这个哈。好了，就用脸红红那个啊，好。你们要用刚那个女生的，你们是想看我扮丑是不是？刚那女生的是这个吗？诶，为什么我的嘴巴是歪的？很丑诶，我不要。诶，干一个山山水水是哪个？哇哦哇哦！好了，不要再玩了啦，赶快讲一讲嘛！该讲哪里忘记了啦？哎，就是我讲到哪里啊？有可以帮我回想一下吗？我刚才讲到哪里？哇，这个看起来像18岁哦，可爱呢。刚刚我讲到哪里？啊，不要失望，对对对，因为如果原本是期待今天会有自弹自唱的人，不要失望，因为其实我原本今天最打算的是弹自弹自唱一首英文歌，但因为中间生病，我整个啊。大家知道我英文程度很烂，刚才那个英文我也看不太懂，所以我要练英文歌的话，我还要去练那个，我还要背词，然后那个英文整个英文单字的咬字啊，怎么念我都要背起来。但因为就是中间生病，然后整个不好意思，整个这个计划整个报销，然后就没了。对，所以我看我之后有没有闲啦。如果我之后蛮闲的话，我可能还是会上传。就像我每次直播完上传我自弹自唱的影片那样子的方式，但我只是想说，如果我很闲的话啦，哈，大家不要太期待哦。可以说是哪一首吗？我本来想要弹 Yellow，因为 Yellow 是黄嘛，啊，我姓黄这样子，好无聊的关联呢、啊。没有，刚刚我也很喜欢这首歌，然后发现，啊，蛮有关联的啊！最后一个直播唱这首歌，好像蛮不错的意义哦。黄 yellow 这样子不错，然后又是英文歌，对。结果就是，哎，好死不死得一个流感，龟，
不好意思，喊咖这样子，没关系，就是我们就让它随风去。嘿，好，然后因为这个直播，就而且时间也过很快，你看我下个月就退伍了，时间也过蛮快的哈。一开始还觉得一年很久，也越过越觉得时间过很快，然后很烂吗？有人觉得这个很烂，是不是 ？Yellow 很烂，是不是？哪会很烂？我觉得很有意义耶。而且 Yellow 用吉他弹就很好听啊，我自己觉得很好听啊。本来是想要弹后来，就是刘若英的后来，可是觉得后来好像也没有太什么太大意义。后来怎样？后来算了，还是 Yellow 好了。哎，不管是 Yellow 还是后来，都不用弹了，都不用弹了。谢谢，因为流感对。过敏超严重的、啊，到底啊？那 Kissy， 我现在是过敏哦，不是流感，大家不要误会。然后我现在鼻音是因为我那大鼻塞、大过敏，刚刚跟那个虎虎玩到一个大过敏。好，然后应该差不多就讲完了啦，因为下个月即将退伍，然后马上会回归于百跟 PS 玩乐 DNA， 所以之前大家看得到我的平台跟节目之后还是可以继续看得到我，然后就有新的计划、新的规划都会再跟大家说，然后请大家期待。一年就这样过去了，今天已经是7月31号，等一下就鬼门开了。我告诉你，大家不要太铁齿。鬼门开还是要记住那些妈妈、爸爸妈妈讲的习俗，好不好？什么晚上不要晒衣服啊，不要去玩水啊，什么的，好不好？要记得哈，不要太铁齿哦。啊，身体虚的时候哦，不要到那些不该去的地方，不然有人耍丢，真的。那鬼门开要注意一下哈。以前我是那种一到鬼门开，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，然后完全睡不着的那种人，就觉得天哪，鬼门开就是真的有鬼跑出来，然后真的他们现在就在你旁边这样子，很恐怖。我真的会太丑，抠那个鼻涕。没有打算出有声书，谢谢。我出有声书干嘛、啊？白痴哦，吉利耶。可以买你醒的鼻涕吗？来，有人要买吗？而且还从垃圾桶再拿起来醒这样子，怎样让我自己垃圾桶有什么好脏的？有人真的会怕哎、欸。好啦，因为你们都是小妹妹，要开车了。好啦，我要去玩游戏了啦。等一下，我先上线哦。西迪有喊我是不是？好。你现在好像猎人蚁王下棋的小麦，小麦的鼻涕流很长，但小麦有吗？两个辫子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这个喊了，等一下啦，你等跟叫西迪等一下，我现在已经在脸了啦。不是有人真的会花钱买什么鼻涕卫生纸吗？那都马是以前乱讲什么。什么偶像喝过的水啊，偶像醒过的鼻涕啊，偶像擦过的汗，谁要买啊？我就不信真的有人会花钱买，我一定卖。好啦，我要上线了，不是极速领域，是 RO 仙境传说守护永恒的爱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这个直播就这样结束咯，谢谢大家这九个月的陪伴，讲到好像退出演艺圈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等一下，好，我知道要打卡，所以我才跟你们约十点过后，不是吗？等一下跟完车好不好？啊，我闪退，等一下叫 CD， 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一直在跟我的那个队友一直在对话，就是现在手游的队友哈，手游的队友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晚安哦。
再见，下个月见咯，再见，拜拜。